甜小南的贝贝南瓜，看它每一盒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卡片，健康原来这么甜，就他们家的南瓜闭眼吃，我们家吃了两年多了，而且这个个头也不大，就是你一个人蒸一个呀，或者两个孩子吃一个刚刚好，或者用来熬小米粥都可美，每一个上面都贴着这个小标签。今天蒸了一个非常健康的早餐啊，代餐啊都可以，包括管理期呀、健身的呀。 还有给小宝贝做辅食，这个南瓜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把里面这个籽儿给它挖出来，就这么一点儿。你看这个状态，一般蒸南瓜的话，我是直接带皮儿直接吃的，因为南瓜皮儿它营养也很高，他们家的南瓜甜度很高，又糯又面，不像你在菜市场，有的时候南瓜买不好，它蒸出来是那种水哒哒的感觉，这个我吃了很多香了，完全没有。 连续9年改良品种，有机质慢养，足月才采摘的，而且他们家都是自营基地，平均1300米的海拔，生态种植，全年光照2900加小时，特别特别的优秀。蒸着吃，煲汤，切成块和肉一起炒都可以。 如果你再给宝宝选一款非常好的贝贝南瓜，试一下甜小南。